大家好，我是陈老师。现在我们练习第二课，去机场生词。一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二，给，给。三，能，能。四，送，送。五，可以，可以。六，机场，机场。七，打工，打工。八，上班，上班。九，有空，有空。十，是，是。十一，飞机，坐飞机。十二，开，开车。十三，以后，以后。十四，才，才。十五，真，真。十六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打电话给 A person， 打电话给 B person。 我打电话给王先生。能，送，机场。你能送我去机场吗？你能送我去机场吗？可以，可以。我可以借你的书吗？我可以借你的书吗？打工，打工。下课以后我要去打工。上班，上班。有空，你有空吗？我没有空。是，事儿。你有事吗？我没有事。飞机，坐飞机。我们要坐飞机去旧金山。开车，开车。我们要开车去旧金山。以后，以后。八点以后我在家。下课以后他回宿舍。才，才。他十一点才睡觉。他十一点才睡觉。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 means I feel embarrassed. It is a very common phrase for Chinese when people are apologizing or receiving gifts.